让狗狗胆怯的情况改善非常多哈、哦。啊，可惜它在前一阵子到公园去，不小心又被别的狗咬了以后哈、哦，它又有一点退缩回去。哦，这个有时候养小型爱玩犬就是会遇到，被狗攻击的问题啊。哦，那没有办法。哦，你尽量还是要来面对它了啊、哦。我们上次有练到他嘴巴自己张开嘛、哦、我们可以看他有没有练得更好、哦、嘿，乖乖乖，来 ，yes， 来，等等哦 ，yes， good job， good job， 哔哔哔哔。噗噗，好，等等哦，我们看到他这次有没有办法自己来靠近这个，拿着 ，yes， 哎，有一点哦，不错哦，来，把脚勾到，来 ，good job， good job， 基本上他已经知道拿着是走的时候他不要放开了哈、哦，来 ，good job， good job， yeah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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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， good， 叽叽叽，呜。啊！被，哎呦！来，拿 ，yes， 来，还有移动一点点哦。Yes， good job， 叽叽叽叽叽。哦，啊，每一次不要把它训练太久，这种胆怯狗哦，就是它被外面的狗攻击过一次以后，它在召回方面又会再退化一点。Yes, good job. 不错哦 ，good job, good job. 来 ，Yeah, good job. 叽叽叽叽。哦，来，跳开。Yes, good job. 跳。Yes, 来跳。Yes, 来。Good job. 哦，个子小小的还可以跳那么高哦，代表他也理解我要叫他做什么。啊，乖呀、啊，你看很高兴啊、哦！我现在弄更高一点了，试试看哦。等等等等，来这样，太高了没往下来。你来这样，来这样，来这样 ，yes， 来 ，yes， good job， 哎呦，哦，你看这种小型爱玩犬哦，它在这个属于这个封闭的空间里面哈、哦，它表现的还算正常哦。可是它这种就是说，它到外面以后，它因为还有一些被攻击的阴影哦，它表现就会有点畏缩畏缩了。反正没有办法，这种狗就是它的心里面的那个受伤哦。一下子很难像一些那种比较乐观的狗哦恢复那么快，哦，这个狗本身就是心里面有一点小小的这个创伤啊。好 ，OK。